透过免费的素食便当，楞严精舍也希望能够与大众广结善缘。疫情当前，这几年的疫情关系让许多人顿失经济的来源，连饱餐一顿都有问题。楞严精舍在高雄凤山的据点，每周一到周五提供免费的素食便当，发起愿心，集结众人的力量，希望透过素食便当来与大众结善缘，也鼓励不要杀生，要爱护生命。有很多人不能吃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煮素食给人吃，煮好好吃，菜色配合水，让人吃了看了会爱吃。早上来就先煮饭，再来配菜，配合就要炒菜。今天就煮往来炒糯米、粿子、番薯、番薯叶、青江菜，配颜色，炒好好吃给人吃。服务众生很快乐。11点多，中午还没到，佳肴装盘端上桌，志工们协助装成便当，方便民众外带。一份素食不止在心田播下善的种子，也带动周围的居民一起加入素食的行列，一起努力吃素救地球，不再是口号。美味的素食让大家吃得健康又安心，欢迎大家一起响应素食，随喜捐助善款。十方新闻郭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。